今天，邓超分享了参加第十一次全国文代会时的合影，并附文道：“坚持守正创新，心怀赤诚敬畏，以一通心。”邓超穿着黑色毛衣打底衫，搭配黑色西装，显得十分绅士和正式。邓超以舞台背景对着镜头比心，不搞怪有点儿不习惯。邓超坐在超大的会议厅当中，仰望着台上，星空天花板十分壮观。能出席这样的会议，确实是一种殊荣，是对他在这个行业的成绩的高度认可。这些年，邓超也确实很少有什么花边新闻，爱老婆，爱家，疼小孩，工作兢兢业业，是娱乐圈里比较正能量的明星。不过孙俪怎么没来？邓超还晒出了自己的代表证和笔记本，留作纪念。邓超分享了和吴京的同框照，吴京的鼻孔相当出圈，很是喜感。黄渤也参加了此次会议，三人对着镜头比心。画风最搞笑的沈腾叔叔也来了。